北京平常是要娱乐大家，要增加人对游戏啊什么概念，挺好的。哈哈，忽悠。主要是，做节目，哦，他们是学，主要是下一代，就是每他们这个跟大家交流，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。我觉得好多是那个，首先我是不想做的，就像那个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人际关系，今天我是，都是同龄人，我是同龄人算的嘛，然后家里也有兄弟姐妹，也有还有两个比我小的吧，然后可能我是属于长子，他属于长子，然后家里对期望比较大一点的。 I've been set free. My God, my Savior has ransomed me. And like a flood, His mercy rains unending love. Amazing grace. 就是说，那是一般人的一种说法。But God, who called me here below, will be forever. Will be forever.